反应物的量都一样啊，那生成物量不就一样吗？反应物量不等于生成物量，对不对？哦，反应物量都一样嘛，所以生成物的量会一样。一到五还有没有？四五哦，抱歉，四的话，请你看笔记；五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Na2S2O3 加上 HCl 变成什么？告诉我。哎，你要会写哦。史杰君，你在干嘛？把妹哦。做好了。嗯、啊。直接这样子。哎，你要会写哦。好，来，平衡。二一。好，然后来，他说237克的硫代硫酸钠。啊，硫代硫酸钠237克，反应前、反应中又来了啊，中不想做了，超级简单的。237克，已知的质量它变成已知的。好，所以告诉我分子量多少？158。啊，158，好厉害。题目我讲吗？没有。好，来，那算出来等于多少？好，先不要算出来。好，就等于框框好了。这个框框的单位是摩尔，然后呢，他要我算的是什么？硫啊。啊，那如果这边用掉框框的话，硫是不是有加上框框？是不是？所以你是不是得到硫框框摩尔？那他说这是物理几克？对哦，他说要物理几克嘛？所以你是不是要乘以硫的分子量？32，那框框继续写158237，然后再来是不是开始撇了？是不是开始撇了？158用多少除？二啊？四不行吗？四不会更快吗？二比较开心哦。好，二不是哦，不是。16，然后再来这边呢？79，上面呢？哦，变成1/3，两个79正好是237的那个什么因素。好，所以3×16等于48，超级简单的你都不知道。好，听懂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好，所以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这个摩尔数，千万不要算出来啊！算出来就拜拜了，就往生了，知道吗？太难了。好，好，这两张都没有考到70分的站起来。啊、这两张都没有考到70分的站起来，你们考几分？好，坐下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玉兰呢？啊？好，还不错，坐下。好，我们赶快再来上课，把你的笔记本拿出来。这两张明天订正完再交给小老师登记分数。我们上课上好了吗？5×2上了没？干6上了没？干6上了没有？没，我知道五七号了。好，来，我们要上干6。干6。对，第四大点干6。干6，什么叫干6？然后从干六叫做将物质隔绝空气加热的过程，将物质隔绝空气加热的过程，将物质隔绝空气来加热的过程，将物质隔绝空气加热的过程叫做干6。将物质隔绝空气而加热的过程，将物质隔绝空气加热的过程叫做干6。好，我们来看课本，这个必考的哦。我们
来看实验步骤。实验步骤。好，实验步骤是什么呢？一开始拿一个锡箔纸，这是一个锡箔纸。锡箔纸中间放一根竹筷子，中间放一根竹筷。锡箔纸的功能是什么呢？你注意看哦，我这边像寿司师傅一样，把这一根把这根竹筷用锡箔纸包起来，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。只在上方留一点小开口，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还看得到竹筷的影子。所以锡箔纸主要的功能是把它包起来，包完之后还要用手把它捏紧哦。目的是要为了要做什么？隔绝空气，很好，赶快写。锡箔纸的功能叫做隔绝空气，闭好。隔绝空气。我先跟你讲哦，闭好。你如果考试错，我再让你罚写100遍，让你永生难忘。好，然后在下面加热。加热的时候，上面会冒白烟。上面会冒白烟，白烟的成分必好。白烟的成分，第一个有氢气。然后有甲烷、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，其中前三个人是可燃的，氢气、甲烷跟一氧化碳可燃。所以如果你点一支火柴在这边的话，一支火柴在这个地方把它点燃，这个白烟就会怎么样？什么爆炸？不烧起来而已啦，哪会爆炸？什么都要爆炸，奇怪呢？音量太强，对不对？很重要哦。见到那爆炸，毁灭性的实验，你们最喜欢的。好，再来，烧完了之后，你把那张锡箔纸打开，锡箔纸当中会凉滴滴。很恶心，黏黏的，剩下一滩掉什么东西？这一滩残留物也是必考。这一滩残留物也是必考。残留物包含哪几种东西？第一个，残留物包含 CH3COOH， 这叫做醋酸。残留物包含醋酸，醋酸会让石蕊试纸从蓝色变什么色？蓝色变黄色。好，还有焦油，一同去焦油，那个焦油哦，不是焦油，焦油会让它看起来的皮皮很恶心哦，黏搭搭的。然后这一滩水水的，所以还有水。最后把筷子拿出来，它整根会变成黑色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课本告诉我，筷子是有机化合物，有机化合物燃烧之后就会成为碳，它就是只有碳而已，它就变成一根木炭。这就是我的证据，证明有机化合物燃烧之后会残留黑色的碳。这个碳可不可以再燃烧？可不可以再燃烧？可以哦，这也是可燃的哦。最后那根碳也是可燃的哦。好，像我们透过写实验记录簿，再把这边再做复习。